唔甘，阿母规暝目屎滴，阿母啊阿母，你都唔通哭，我人伫遮清洗便所，无代志，你爱勇敢，等我平安倒转去，叫你一声，我比啥人较爱你，叫你一声，我比啥人较爱你，我比啥人较爱你，较爱你。望的人上盖水，希望永远看相随。听阿扁啊主持的《有梦上水》，而且阿扁啊要来特别介绍今仔日的来宾，也就是阿扁啊上届尊敬，在2007年得到咱第一届台湾十大经典新郎奖的王国英董事长，甲伊的太太。哦，我是迄个古堡吴万祖生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迄个负责人王国英，大家好。啊，来夫人，我是古堡吴万祖的头家娘，真歹势，袂晓讲话啊，得苏秀琴。苏秀琴。啊，其实今日带来上少，即帮嘛，感觉。唔知要怎讲啊！我拄来拄迄个，拄爸妈拄长吼啊，感觉无应该要怎讲？叫叫嘿吼，做人吼，做人感觉啊，拄像拄迄个贵先，咱总统啊，去拄一寡吼，了解一寡物件吼，啊拄走拄下，我听者我嘛足艰苦安尼嘛吼，啊我感觉而且啊，拄劝咱总统种感觉唔免讲，还比上伊多，咱要讲嘛正好嘿啦，算讲好命啦，好命自然吼。94岁啊，退休啦。啊，最主要是讲安尼点点啊，困去啦。对对。啊，真安尼安详，啊就睡去，啊亲像咧困安尼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有好命，现在当去安尼啊，无有人家去拖啦拖嘿嘛。但是嘛拖，
九个月，啊，九个月你买啊买啊，够安尼，我嘛真系，啊，感觉，包括阮正人都会听到吼，嘛感觉足唔甘啦吼，因为，难免讲伊嘛不容易讲迄个有法当生一个，这样出奖咧，做做事生到的啦。啊，因为而且咱人家讲而且吼，迄个接不还接不，感觉我们真唔甘吼，咱就会使讲，以前吼，我感觉看伊嘛，伊嘛真正是咧像咱咧草地吼，咱真正较早咱。传统加传统就是，嘿啊，就是感觉感觉感觉真唔甘，哎呀，嘛咪讲，也袂像咱讲做喜欢的衫安尼样真系，算点点啊吼。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嘛做唔甘，我昨都啊刘伟国过国门去，我遐我嘛咧讲哇，上车来唔知咩啦去上节目吼，啊嘛讲加帮较自然安尼吼啊。头啊，较遐啊，尾啊，才甲咱阿边总统讲啊，迄个真唔甘安尼啊。而且想南边去遐看，南边去看，拢无去啊！你吼，真感谢啦，阿妈真有缘呐！哦，你想讲甲十九当前嘛？对，十九当前，我的老母啊，去咱这个南岸宫来参加着，伊当时伫做主任委员所办的这个活动。哦，啊，你想讲过身迄一天十五嘛？啊，下晡我就先去你遐。啊，为着今仔日的这个节目，我嘛真认真啊。哦，我去了解制作这个节目。哦，唔是讲我安尼凊彩讲讲的。哦，我得了解真侪物件。啊，我阁亲自去到你的工厂。哦，啊，去啊，你请教。哦，啊，那知影讲伫你遐倒转来。对。哦，加三点半去到你遐的款吼，就大概。啊，我头五点痛，我倒来到厝。啊，就接到我诶，这个囝婿的电话，哦，啊，讲我的四大人，我的老母归心，哦，啊，我当然早都有心理准备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唔知影讲啊，遐尼紧，哦，啊，因为前一天我才阁去遐看，哦，啊，迄就是最后伊活咧时阵的最后一面啦，哦，啊，阁通知了，我马上去到啊，这个病院。啊，已经都啊再见啦！啊，你想讲老母过身，啊，真侪人讲，啊，这今仔日的节目是不是爱停掉了？啊，我也感觉讲，咱袂使安尼。哦，我嘛是啊，赵川董事长报告，我讲节目照常，因为呢，四大人过身，迄是我的私事，但是今仔日的这个广播节目，这是。公事啦，哦，袂使以私害公，哦，咱应该爱公而忘私，公是公，私是私啦，哦，啊，我老母的代志是我个人的代志，但是这节目是大家的，哦，啊，所以我讲坚持啊，今仔个节目一定爱准时来播出，啊，当然节目了后，我马上就爱赶去到啊，这个柳营的殡仪社啊来参加我老母。哦，诶，这个最后的佳节来送他最后一程啊，所以就是辉煌啊，就是进塔了哈、哦、啊，所以我是今仔日安尼坚持哦，要来上这个节目，以这个节目啊，这个最后了哈、哦，我想讲，佮要来送我的老母哦，这首歌啊，嘛要来送他最后一程。啊，这是伫2009年诶五月七日，我伫即个内底啦吼，啊，即、这个掌上型诶迄个电视机啊、洗衣台啊迄款，啊，我伫迄、那个吼，即、哦这个荧幕上吼，啊，看到我诶老母伫伫番伊边啊，啊，遐有一场活动叫做《扁妈的呼唤》，哦，啊，目屎流，目屎滴，我是足艰苦诶啦，对啦，讲啊做。今日大家人不好，害老母啊，得为我来操烦，哦，夜夜哭泣安尼，啊，所以我马上我就写一首阿母的目屎，哦，阿母啊，他拜托王明哲老师来我谱曲，哦，啊，伫四月五公前，啊，拄啊讲这个节目，哦，啊，第二集，啊，就来唱这条，我亲像来送他最后的一程的对了，哦，啊，这个歌词迄当时我是安尼写的啦。哦，想起我细汉的时，阿母爱阮去乡捡番薯，生活低价五春换冰机，嗲米欠少写伫壁门边，那像
阿母教阮学目字。想起我大汉的时，阿母看病无钱问当机，只有勤俭读册抢头期，为着台湾了得政治去，唔甘阿母规暝目屎滴。阿母啊，阿母，你都唔通哭，我人伫遮清洗便所，无代志。你爱勇敢，等我平安倒转去，叫你一声，我比啥人较爱你。叫你一声，我比啥人较爱你。我比啥人较爱你，较爱你。幸福在这，有春的换平地，叶米咸涩，涩在咸边。若像阿母教阮学目字，要安怎讲？总是早都有心理准备，人生这条路，大家拢总爱行。伫到过五月前，我的老母跌倒了后，大入去满头心脑病院。我也非常感谢我的仔婿赵建明医师，伫我人伫内底的时阵。可以说艰苦病痛，总算是伊来咧出钱出力，来咧来关怀照顾。当然，满到新老病院，遮个院长、医生甲护士等等，大家对我的老母也非常的好，所以唔带咱活到94岁，总是。这条路无行未使，安尼也好，唔免阁逐工带遐人艰苦，啊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啊，总是咱相信病医，尊重医师的医疗，最后来离开，啊，我做无爱来。予咱姐姐遮个乡亲、父老兄弟、听众朋友、甲观众朋友来烦恼、来困扰、来为难，所以家属，阮来决定讲一切遵照老母伊生前的意思，就是讲伊一世人过啊正简单，伊的丧事万方上复杂，愈简单愈好。尤其疫情的期间，为着健康，为着这个防疫的需要，咱唔敢惊动真侪人。感谢咱大家的关心，
感谢咱大家安尼来我慰问，特别感谢咱的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院长，包括监察院院长等等，讲不了啊，姐姐的这些县市长啊，大家来咧到关心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感谢我的老母在天之灵，更加感谢咱大家，谢谢。下礼拜空中再相会。